我们佛是至诚恳切的心啊，从整个诚心忏悔八十八佛的当中，其实我们人一定将内在里面更深层的去理解，尤其是我们透过呢今日呢在逢乃仙岛在台湾，也是在整个嘉义这个是心满意足的生命园区里面。所有的基地地号一二一四，一二一四之一，一二一四之二，一二一四是之是一啊，里面所有的透过我们在生命不断的转换的过程当中，我们事隔这快450至500年来了，我们这么多年的时间，甚至更久远的，是因为我们无知无明，不断的就如同现在最热门来印证内在里面当中越维系的深深海底行，高高山顶里越深入的看出整个世界当中，就是因为我们不知道过去种种的这些都是黑暗。那我们透过呢此生由我们导师本师释迦牟尼佛透过实证，从梵王经里面的8000来万多次再次的能够在亚洲，也就是在印度呢降临，将过去无始劫来当中透过完全投入，也因为以苦修6年当中印证之后，才知道所有的一切都完全回到自身。所以在一组生命园区的所有的微中子万姓万灵，过去我们在这一个区块里面不断的轮回，不断的透过微中子的作用反作用力，如今这一次开天辟地的盘古开天，就这么一次的打开新的佛果，新的天地。我们在逢来仙岛，在台湾太平洋，由台东永明佛寺也彼此着了解到本地风光，就如同无量光、无量寿、12道光。这也是我们的导师特别在阿弥陀经当中告知我们，了解到不管是6方佛、10方佛，大家现出广长舌相的赞叹，赞叹诸佛当中有一个如此殊胜而且已经圆满的，是代表在5劫当中透过发了大愿，一定要让所有宇宙当中所存在的，不管是虚空，不管是海中，不管是在山中，种种无尽所形成的诸法因缘生的因欲界、色界、无色界，诸法因缘灭的，在大自然当中我们也看到这些都是一个幻化的。所以我们透过世尊在布达，让我们不断的可以从印度，尤其是我们特别从成佛的名字，它就叫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了，就是他不请自说，在5浊恶世里面当中，我们看到劫浊、烦恼浊，以及这个见浊。甚至在整个转换的生命过程当中，我们的命浊会随着生老病死。那我们感受到呢，我们在此空间流浪这么久了，所以我们以平常在日常生活当中透过佛的教导，我们在心许过程，我们有这个肉体，我们记住眼耳鼻舌身意，我们让我们自身里面所形成八暇满，代表就是圆满的自身。我们每一个虽然都是独一的个体，但是它又是一体的，所以你就是如同我们一体当中。所以我们透过佛陀，让我们再次的能够大慧集，秉持着这一次能够发大愿发大心，也只要我们能够愿意为了众生喝淡如来，虽然这是一条漫长的路，但是你们现在得到了，所以今日佛事也是透过觉知觉醒当中，若一日，若二日，若三日，若四日，若五日，若六日，若七日，这是我们的阿弥陀佛，也就是导师所特别推荐的，他透过这个5劫，他发了
如此的心愿，就是让我们在2567年后的我们，秉持着2023年再次的完全启动唤醒。所以我们在台湾蓬莱仙岛，也是透过整个娑婆世界当中的南瞻部洲，也只有佛法在这边彰显，是因为我们视线的有八苦。我们不管从生老病死，它都是一种苦。我们求不得苦，爱别离苦，愿增智慧。所以我们就是会在这个空间这么久，就是因为我们不了解，我们严重的贪嗔痴，我们内心里面所焦灼的都是无始劫来当中无知的无明。所以我们今日透过永明再次的觉知觉心，所有的一切都透过我们现在有肉体的，并持着阿弥陀佛大愿力，让我们能够完全总受一句南无阿弥陀佛。我们以至真恳切，在此我们一起能够透过五会我会念佛当中，我们将所有的清净的能量透过发大愿的阿弥陀佛，它是在我们的生命里面当中不断的透过洪流的流动。我们从白净常寂光土、十报庄严土，以及我们的方便有余土，还有我们的凡圣同居土。所以这个时候这个世代正是完全让你们彰显回到西方极乐世界最重要的这一刻了。回到西方极乐世界，好好的跟着所有的大菩萨，过去你们完全感受到的是一种温暖，就像我们的父母亲观世音菩萨合作，也希望透过今日呢，在台湾也就是蓬莱仙岛正式的将这500年当中，400年至500年当中，所有过去至今到60000年了，所有的一切都随着这个生命的点点滴滴，让我们能够重新创造新的生命，也希望透过在心满，就像满天星斗皆下降了，也是我们内心里面当中最能够了义，每一解一解的，就如同生命曾经透过我们明白之后，将它唤醒，形成一个出淤泥而不染，节节而生的石穹乃见的光明正大的光体了。所以这是玉足，也代表生命园区实质的真正大含义了。我们以念佛让所有的万姓万灵为宗旨，跟着阿弥陀佛的光体，我们能够圆满心愿，我们甚至于能够将过去所有的种种一切，透过现在我们终于感受到了，其实这些的幻象都是我们所存在的苦，现在完全能够放光了。这些苦，这些的病体，这些的无明，都是因为我们不理解本来无一物。所以我们此物就是用白净士从正确的观念重新学习。正确的观念就是世间这个幻化的是让我们来经验的。所以我们了解到呢，三宝当中佛法身，也就是我们的导师本师释迦牟尼佛，将整个宇宙当中呢漫漫长夜揭开了。所以跟着一句阿弥陀佛，跟着佛光，让我们的生命重新架构，来去自如，灵性不会生病，灵性更不会死亡了。所以这一刻我们感受到呢，佛光如此的温暖灿烂，让我们应有尽有，这就是我们的阿弥陀佛所发的造诣永劫当中，每一劫每一劫透过五劫终于成就了。所以那阿爸已经把所有的应有尽有的，我们的房子，我们的宫殿里面，完全都是让我们衣食自治，失衣得衣，失食得食，也代表所有的万刹当中，只要你的念头完全秉持着阿弥陀佛的心愿，完全可以在此刻跟着佛光展现，融入在无量光无量寿。我们一起来跟着我们由永明佛寺所有的常住众，我们的白净法当中，透过三宝启动佛法身，我们同声开口放光念佛108声，
跟着佛光回到生命的源头，再入娑婆世界，倒驾慈航，完成本师释迦牟尼佛的大慈大悲的愿力。我们让所有的漫漫长夜都能够放光，这一世此刻能够盘古开天辟地，透过新天新地新的文明新的佛国的降临，这一切都要感恩我们的导师。我们以报答佛恩，报答上师恩，报答金刚上师恩，报答父母恩，报答众神恩，我们同声开口，我会五会十念佛，也期盼透过在蓬莱仙岛的嘉义，也就是心满意足的生命园区，带来所有世间的好消息，新的佛国接引新的佛国在当下成佛，放光五会念佛起诵108遍，起动。阿弥陀佛，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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阿弥陀佛。阿弥陀佛，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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阿弥陀佛。阿弥陀佛，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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阿弥陀佛。我们这一生就在此刻了解到一体的所有，从造诣永劫当中由我们的灵性的阿爸阿弥陀佛所发的大愿48大愿现在已成，也是在我们整个十万亿国度当中所存在的，更是我们导师本师释迦牟尼佛所推荐的。这是透过法藏和尚，也就是我们的阿弥陀佛，看到整个园区，就像我们是自在王如来看过的整个宇宙无边无际的银河，甚至更宽大的这些的210亿个国度，就存属西方极乐世界，又有阿弥陀佛，又有所有的大菩萨，所有的万佛，
献出广长舌相赞叹。所以这是秉持着我们的导师发了如此的大愿，五百愿入娑婆世界。我们知道所有的魔王，所有的魔的眷属，所有的魔的法眷，原来都是不知道而已。其实你们的心念都是如此的善心、善念、善良了，到后来能够了解到完全不见世间过。所以过去因为我们不明白了，所以我们现在刚好这个时段正式启动。所以导师也因为从飞翔飞飞翔出天，再次的透过八千来返多次，终于这一次完全圆满。也就是在这一世当中，我们透过心满一组生命园区，我们启动，我们同声开口，透过呢佛法声，我们在此透过永明佛事，由常住众以及白净家人一起齐诵我们的名字，你跟着我们的名，跟着我们的意念，回到西方极乐世界。我们同声开口，放大自己的心念，让我们自己的名字跟阿弥陀佛合一，由我们自身如同阿弥陀佛发光发亮，将所有的如同一组里面的九六一万零、九四一万零、九二一万零，以及跟着我们听到音频的整个云端里面，只要接触过的，只要能够如同风地水火风在做一个流动的当中，你们也感受到了，这是一个合一的世界。我们更感恩，我们同声开口，大声的念自己的名字三遍。是众愿，是众愿，是众愿，十念。好，我们希望背后呢，你们的小孩，甚至你们的历代的祖先，以及我们跟着一路上跟着放光，由白净家人看到我们现在大会集里面，只要此刻完全相信的。透过你们每个人心念，也说出你们现在所要祈福的人。我们也看到呢，所有的万心万念，你们从你们的念头哈想到的，比如说我们昨天过来的不管是从秋香以及秋香的背后的以前法名是建州，还有萧文志背后的万幸万灵还有林家林远哲林博士背后的万幸万灵还有而且法治这位背后的万幸万灵以及柯维背后的万幸万灵，以及嘉宇背后的万幸万灵，妙涵背后的万幸万灵，还有我们在这边所有曾经来过的甚至呢从无始劫来当中我们的意念串联的，也透过玫瑰所要圆满心愿的，也透过我们广华法师心念所要圆满的无始劫来的愿力，以及透过广利法师背后所发愿的，以及你们无始劫来当中的这些的信灵，还有我们广弘法师无始劫来所发愿的，以及我们所有的能量平衡的，还有我们的广成法师，甚至一路上无始劫来跟着弟子中院甚至呢在生命的洪流当中，他们都尽心尽力的呼求阿弥陀佛，这也是一个了义。透过每一个时段叫做主，我们能够呢跳脱数穷三际横遍十方，也期盼蓬莱仙岛重新开展，佛国运行当中都能够满心满愿。所以我们这里就是透过新天新地新的圆满，新的这一份心，诸法再次的创造，由我们所有的万佛36万111万9500同名同号阿弥陀佛启动，我们同声开口接引心来的弥勒佛，弥陀佛代表都是我们人心心量宽大，我们正式为此大能量叩钟，背后的万幸万灵即十方法界众生开悟成就正遍无上正等正觉，得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能够遇到善知识，会善知识，即善知识与于处，
将真理正法传遍整个虚空，将长极光的国度降临在人间，就如同行驶在天上一样，并转换自身的神经、血液、细胞、染色体、DNA、RNA、基因、原子、原子核、质子、电子、中子、微中子、微子、量子、光子、超光子，乃至于星星之光等所有结构，转换成无量光、无量寿，感恩再感恩，无限的感恩。弟子是众愿持念，愿粉身碎骨在所不惜，法身遍满虚空，承担一切，只愿成就大众阿弥陀佛。我们也看到了这次在蓬莱仙岛启动的选举，我们也看到转轮圣王正式启动了，带来全世界全球的好消息，也所有的一切都完全交托在阿弥陀佛的手上，因为只有灵性不会生病不会死亡，让我们都能够完全觉醒，透过近78亿人口当中每一个肉体都能够成为阿弥陀佛大大彰显的光体了。我们也期盼呢，透过明白之后呢，突破生命顶峰，从明峰寺大慈大悲救苦救难广大灵感观世音菩萨正式启动，接引南无大愿地藏王菩萨以及所有的清净大海众佛菩萨万佛启动，接引未来佛弥勒佛的降临。我们以至真至诚，将今日透过在蓬莱仙岛嘉义，也就是心满意足的生命园区代表的文字般若，都是让五浊恶世完全平衡的。感恩阿弥陀佛，这个世代也只有阿弥陀佛才能够亲自来运行配合，让我们西方极乐世界就在人心张开。所有文字文化的不同，原来都是一份无眼大慈，同体大悲。我们为此大能量呢，透过整个老根发光发亮，世界之光在老根，在蓬莱仙岛，在福尔摩沙，在整个历史定位的是叫做台湾。我们正式将这个大圆张开圆满，我们同声开口，透过此刻呢，将所有的万幸万灵，以感恩本师释迦牟尼佛开展世身之父天人导师运行推荐，由无量光无量寿启动，正式启动皈依三宝，皈依起诵，皈依佛，皈依法，皈依僧，皈依佛两足真，皈依法离欲真，皈依僧众中真，皈依佛离开地狱道，皈依法离开恶鬼道，皈依僧离开畜生旁生道，皈依佛净，皈依法净，皈依僧净，皈依佛，皈依法，皈依僧，皈依佛两足真，皈依法离欲真，皈依僧众中真，皈依佛离开地狱道，皈依法离开恶鬼道，皈依僧离开畜生旁生道，皈依佛净，皈依法净，皈依僧净，皈依佛，皈依法，皈依僧，皈依佛两足真，皈依法离欲真，皈依僧众中真，皈依佛离开地狱道，皈依法离开恶鬼道，皈依僧离开畜生旁生道，皈依佛净，皈依法净，皈依僧净，一切归白净。我们启动完全定位，也将我们从发愿当中的燃灯佛开始启动，我们也透过呢所有的文字猖獗造字，也是从华夏文明中华民族代表的是人心都能够了解到 AI， 只有人心能够深入佛法，深入宇宙浩瀚的三藏智慧，我们将此开发人类的 AI， 让所有的机器的能量也都能够透过我们的意念都回归净土。我们也感恩所有的星际，所有的世间当中人心当中的战争饥荒病毒
所有的八大苦，所有的坏苦、苦苦、行苦的汇集总和，了解到呢，幻象一场。我们同声开口，揭开明亮的无量光、无量寿，十二道光正式完全大放光。我们启动十念放光，圆满此刻也在合一。我们同声开口，放光去送。阿弥陀佛，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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阿弥陀佛。觉醒的这一刻，所有的能量大放光，回归西方极乐世界，完成华严富贵，由我们的普贤王如来，也将所有的十大愿王，也透过无量光、无量寿，一切导归西方极乐世界，法会佛事圆满，阿弥陀佛。